到现在还是。到现在还是。这是一种制约吧，我想，就是说，我很羡慕，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他没有那么多钱，或者是没有那么，就是他每天还是可以过得，但我很羡慕。我如果身上的现金少于1000万人民币的话，我就会有点紧张。我觉得老婆娶回来就是要帮忙做事的，不是老婆娶回来我要啊，对你很好那狗屁。我发现在放倒以后，我再也交不到女朋友。我的逻辑确实是这样来的。先会帮我做事，再来找我。但现在我有点懂了，我有点很晚熟，很太晚熟了，现在有点搞懂这件事情。他要是觉得你不会照顾他，他干嘛帮你做事呢？那你真的会帮他挑脚底的小石子吗？如果他真的因为这样受伤，但如果因为他自己也小了，OK。如果他真的是为了付出生活，为了牺牲了，我就真的会愿意帮他做任何事。这个字你要黑字，会好好照顾。